保持干净清爽的外表，可以塑造出健康阳光的好形象。 加油啊！还有一招是很管用的，我看国外的球赛也常用的，特别是他们进球的时候，我们去摸摸他的头，沾沾他的好运。舅舅的意见很好，触摸的动作可以促进一个球员的信任度，安定他们的心。